各位 Engage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rvantes。Mozilla 今年参展 GSMA Mobile Asia Expo， 主轴就是 The Web is the Platform。那主打的这个专案呢，就是 Boot Gecko 这个专案。那何谓 Boot Gecko？ 就是所谓 Web is the Platform， 就是我们希望用 Web 的技术打造一个手机上面的一个作业系统。那您目前所看到所有的功能，包括像打电话，然后包括发简讯，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像一些多媒体的应用，像图片，还有音乐播放，这些应用全部都是基于 HTML5 跟 JavaScript 的技术所撰写出来的。 Mozilla 希望借由更多的 Web Developer 来参与手机 App 的开发，然后让用户能够有更好的选择，更多的 App 可以使用。除了我们目前内建的一些 App 之外， Mozilla 也打算推出Marketplace。在 Marketplace 上面， Web Developer 可以撰写 App， 然后 submit 到 Marketplace 上面，然后让桌面 Desktop 的使用者还有手机的使用者撰写一次就可以在各个平台上面下载使用。 Mozilla B2G 专案预计2013年 Q1 然后会由 Telefonica 在巴西推出，然后敬请各位期待。